到的寒冷啊，在欧洲好几个国家列出来有灾情的不少，现在还在逃难中的难民啊，他们的家在哪里？真的不堪设想，也不忍再想下去。除了大雪以外呢，阿根廷啊，在东部也是好大雨啊，这样的雨量啊，是一个月之内呢，是下完了一整年的水，以及呢，是一片汪洋啊。还有呢，在智利的森林呐，火这样一再一再烧烧烧啊，那森林烧掉就如肺部的破坏，而且从森林一直到了人住的地方，这实在是很令人看得触目惊心啊。众生的共业啦，啊，要如何才能真正的熄灭天下的灾难呐，啊？这人世间总是这样，但是呢，看到爱的能量哦，其实我是14号回来嘛。那么在车上跟我通车的人呢，啊，都不知道呢，现在要到哪里？当然呢，啊，当地人也不知道啊。我临时突击呀，啊，我们到大甲。那一天风很大，而且呢很冷啊，因底下的大坡旁啊，还有呢香积族已经在里面。在大寮里面，啊，开始呢准备明天，啊，要给我们的感恩父为乳的。哇，我就突击直接到了大寮里面进去了。嗯，怎么这么香啊，哦，随时的人啊也一直说，哦，这蚵仔香呢，哦，这什么香呢，哦，很多的，哦，可见，啊，那一分的诚意，为了感恩父的是动员了，啊，前一天，啊，就开始在准备哦。那苗栗也是啊，也是在那点点割菜哦，那灯笼啊，在那吊啊，大布棚啊，真正是来哇呢，好像喜气洋洋啊，有一种过年呐，啊，喜事哈，哦。那这也表示呢，他们对我们的感恩父呢是多么重视啊！那这就是在转台湾哈，围炉一共呢，那有25000多户哈，那他们呢都是在岁末围炉安尼举办哈，真的很感动，也是很感恩呐，啊，慈济人爱的能量啊！这一次呢，我到了台北新店的净思堂哈，看到了老菩萨，资深的老菩萨呢，哇，他们呐，啊，这样爱的定心啊，这20、30年、20多年了啦。阿妈妈，你会记未？你有跟我讲吗？你早起啊，你的去墓本吼，哦，有6大本又加一本，而且你的大本的吼，哦，拢是200页哦，那6本就1200幅，还有一本呢，就是半年一期或是一年一期，这样加起来有将近1400幅哎。这样子会玩，阿弟侬阿妈休闲款呢？就到那个免收的地方去募捐了。那每天都有新的会员，非常高兴。我都是用走路，我也不会骑摩托车，挨家挨户去。
我按一撮啊，唔知寒唔知热。啊，有一次吃饭时候饿了太饿，有时候天气热哦，就买了一罐养乐多五块钱，就那么一次。啊，我就想，吃进梦见的同时哦，我就告诉就默念报纸啊什么东西回收，我就拿回来做。啊，慢慢你一直走就知道，他们都会送来，他们也主动来帮忙。我做也很欢喜啊，非常欢喜。我讲哦，我这臭皮囊哦，先给人家出去医学院哦。我虽然每天都在祈求，都不怕保佑我，我这个臭皮囊能够顺利捐出去。那个想哈，老人家哦，不积习哈，这在修收这个功德会了。老人家呢，就是。还是勇猛精进啊，他也是呢，做这环保。那还有另外一位呢，也差不多80多了哈，也是同样呢，就是菩萨招生啊，他是很期待能把师父的话每个月都带到他的家里去，让对方。道心不断呐、啊！因为去年这个风暴吼，啊，我迄阵在心真艰苦啦。虽然有安尼老师一寡话，我不过嘛，体会人家讲安怎，伊讲吼，师姐，平时吼是绝对袂安尼生啦。啊，恁家也是真辛苦，我知影啦。你会记哦，迄师傅不是干那恁的师傅呢？是哦，台湾人的师傅呢，不止台湾人师傅，是全世界的师傅呢。我听一个很不错的故事啊。后来我拢直直去陪伴会员，即摆虽然有流失一半，不过吼，会员跟我的感情拢真好。这个拢是二三十年的，一站起来呢，真的实在是很感人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有。他们的故事啊，好，我很期待呢，让这一群菩萨为人间呐、啊、来做见证，爱的能量就是这样的付出，点滴啦，粒米就是长日夜，二三十年一日月啦，都是按你点点滴滴的。把会员的心顾好，让会员的热情不降，这就是过度心，让他们的种子啦、啊，今生来世这样的福种，好的经济啦、啊，可以呢，让他们呐、啊、永生永世的。这实在是成就一切众生爱的能量。假如人人都能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台湾的热情还是可以保存，那就是爱与善，就是我们的宝，我们台湾的宝啊。可是呢，现在真的普遍听来了。就如教宗所说的啊，现在人心爱的热情冷却了，果然有一点冷却了。不过此际人呐、啊，我们的身体是载道器，有了身体，我们才有机会闻佛法，我们才有机会入人情。尽苦知福，这个课题我们呢知会到了，我们如何呢了解要解开这个苦，了解到苦的来源是无明烦恼所积集、哦、所复制起来，所积集，所复制。第一，自我警惕，再来呢，文化传法，这个法就不断，未断去。啊，那那是较少甲会员接触啦，
咱敢那听，没有对象传法，那这个法呢就会断啦。啊，对方呢，这不善种子的那一片心地也会荒废掉。总而言之啦，我们呢应该这有形的大地跟无形的心地啦，善的种子呢要不断的撒播啊，当然啦、啊、需要华水来滋润，慧命才能成长。总是呢爱的能量还是爱再累积哈、哦。